开始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，同志们辛苦了，为人民服务。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，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，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抖音。